场的是尼泊尔队的零七一五号运动员。这位选手是零七一五号选手，尼泊尔的戈帕尔拉姆戈帕尔。Player number 0715, Mr. Maharajan Nam Gopal from Nepal.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向您介绍的是第十一届亚运会武术比赛。在武术比赛当中呢，运动员所做的动作都是规定套路，不管是男运动员还是女运动员所做的套路呢都是一样的。把长拳类型的，那么这个比赛呢就不同于大家所熟悉的全国锦标赛或者是全国冠军赛规范化。那么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呢可以有自选套路的比赛，也就是说这些运动员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特点编排出能体现自己特点风格的套路。但是亚运会的比赛呢都是规定套路的比赛，每一位参赛的运动员呢都必须完成所规定的套路，他的一招一式都必须按照比赛规则严格进行。